江小姐，来，这是我要倒下你替我交给我妈。伊会叫你要好心，你会在乎我。敢讲这菜里底有啥？你想到不爱食，你是惊我害到？你放心，你也不是白雪公主，我嘛不是坏皇后，我想要做你害你，吃。 大嫂，你今仔心情袂歹呢吼，阁会讲耍笑。丽红啊，用比你讲勉强。我这是热情招呼，哪会是勉强？我知影啦，一定是这也无合你的口味。无，你食这。阿母。 来，大嫂，可能是江小姐哦，平常时食较清淡、较养生啦。无安尼啦，江小姐，你若是无想要新食材哦，我较少等互你啉吼。来，淋一寡醋会较好食哈。来，多谢。 我也不知伊那有外菜，刚刚是碗汤，真正是孙连红知影我不食伊的物件，竟然出这种恶报。 是臭骨空哦！我一定要忍耐，绝对袂去予人看笑的，才袂顺意予伊欢喜。好啊啦，我看这顿饭嘛，大概差不多啊，咱来等。 江小姐，你即马是安怎？你老准讲你拄则好啊，哄台湾大家，即马都要往我来哄台你哦。你是啊，我。你的面色那会这么歹看？敢是对无爽快啊？江小姐，啊，你有要紧无啦？都要艰苦哈。我无代志，我会用行。来，哎，江小姐，你即马。 敢真正有办法行路？你即摆看起来比阮大家搁较虚呢。你敢真正有办法好好照顾阮大家？我，哎呦，这江小姐看起来身体敢若无啥好，应该是无适合做头家妈的照顾工。 刚是你进前伫咧病院照顾重症患者，得着什么怪病才会变甲安尼啊？我看要是是互伊走啦，若无伊身躯顶的病毒细菌传染，互咱一家人就唔好啊。信强，你毋是想注意莫健康，哪会当互即种人伫妈身躯边照顾伊？万一妈身体若出什么状况，煞袂负责。丽红，你安尼讲就伤超过啊！人的身体也毋是铁牌，总是有无爽快的时阵啊。 做人爱靠量，江小姐，你身体若是无爽快，你先回去休困，阮妈阮家己带你回去就好啊。是啦，江小姐，啊，我即马好好的，啊，你请假回去休困，等身体较好再来。哦，是，我先来走。
讲过啊，你唔是我的对手，你偏偏啊唔听，那就算为了几万块，硬要留在阮家，参照你这种人哦，连自尊两个礼拜哪下都唔知。好啦，我就较大量个，你家你害我受伤的代志，我就原谅你。啊，唔过，对今日开始，麦阁出现在我面头前，嗯？除了急救包以外，拢有藏一支小的剪刀。你若是无想要你头毛了无，你就换。江碧瑶，你是不是在轻伤心？紧绷住啊！子豪，想怎这么多年过去啊，你还是关心不改。过去对我做遐垃圾代，我拢无甲你厝内人讲。我只是想要做好我的工作，尽我的本分。结果你嘞，你直接对我。今天你又对我下药啊！别说我这么好听啦，什么情本分？现在你这个我哪有什么气度？再说讲，你到底我怎看到我对你下药啊？等，我若是真正无认识你，我也相信你。杨哥，我已经让你害到家破人亡，我袂相信你。今天你一群人做伙吃饭，就敢若我一个人身体出问题，而且遐尔对我好，是你甲我拢伫个丢手。你家身体无好，怪我对你下药啊！我硬给你的菜，你一嘴都无吃，大家拢有看到。好啊，让大家讲是我害你，做你去告。看大家是相信我这个董事长夫人，还是你这无钱阁无袂记看好？大家嘛，等一下哦，要照 X 光，还先去这边换衫啦。还佫有啊，你这破链啊，还佫有耳钩、金属的物件，拢袂挂在身躯顶，还先摕来啊。哦，是真歹摕啊呢。找到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，我给你倒三缸嘛。做歹用啊。啊，好，交你吼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头家嘛。啊，这金破链你逐天拢挂出门哦。老大人哦，也是卖挂这尔显摆的首饰出门啦。啊，若无互歹人看到，啊，甲你抢去，人无安怎，你就挣多少？啊，若是去伤害到你，你就害啊。这我知影啦，啊，这就是阮后生怕我要保平安的嘛。啊，所以我逐天甲挂掉的，啊，就亲像信用拢伫我身躯边，安尼我心头卖较稳定啦。好啦。啊，无你只手饰哦，放入去包包内底。啊，等一下哦，你去照 X 光时阵，我再替你过你的物件。好，来，好，安尼拢交你哦。好。来。哎，老王走无？你是不是人无爽快？头疼还是头？你说，麻烦你，干嘛人无爽快？老乡，你来这要创啥？我看到阮大家伫咧病院来拍一下招呼病的哦。头家妈，来做啥物检查？是来照 X 光，看脚骨头歪去无？阮妈毋是做骨头解复健啊，啥都愈来愈严重。医生讲，头家妈的关节退化足严重诶，嘛有可能是关节的问题，所以走路才会疼。我才安排来做检查。头家妈，妈，你来病，哪唔甲我讲啊？我当时串载你来啊。我知影你无闲。我爱给你麻烦啦，配合就好啊。嗯，配合，行行，坐我来换衫。啊，好。信公，上回破链奈无去？头家妈，啊，拄则你毋是藏伫个包包遮内底？
啊，那是蜡笔的更衣室啊。无呢？真正无呢？哎呦，这我家己藏的袂落够啦。哎呦，我找看卖，这够无？啊，当这是县给我送来保平安，我若甲拍无，我免那个交代啦。哎呀，我嘛做伙来找啦。哎，头家妈，来这里，你靠边，来这里。啊，你那底下内底是带什么物件？我那底下。头家妈，啊，你讲的破链，敢是这条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啊，底块皮包安内走对底下？这真简单啊。一定是有人脚手无清气，看到你家己一个人，目睭阁看无清楚，所以当歪脑筋啊！干屁哦！你阁有甚物话通讲？头家妈，我真正无，我真正唔知影这样做会走入我阿老爹内底。干屁哦！你阁想要辩解啥？这下拍了，对你阁落阁会心碎哦！你老实讲，你阁偷了我哪些物件？孙磊浩，你莫讲话不听啊！我真是不知道这破链是安怎在我老爹内底。就是白内干净，你就是一个贼啦！妈，你都已经看到啊，这种人你要继续留在身躯边哦。无对口，咱都下班了了，拢唔知影。是啦，头家妈，迄破链哦，那真正是偷摕，这种人哦，袂当留的呢。头家妈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有好多证明我的清白。头家妈，这是我拄则去调的监视器画面，这顶头清清楚楚摄到，我你的包包内底偷摕金破链，藏入去我落地下的人，就是你。你别白讲啊！你是要害伊？昨昏伫餐厅，我啉你较好我的汤料，我腹肚就开始无爽快啊！你我做教皇王这么侪年的经验，这明明就是有人对我下下药啊！我看你也无实在，你是安怎要来害我？不是，无是安怎？对，你无实在我，你无害我的理由，那呢？一定是有人伫背后指使你的。我即马就叫警察。哎、欸，你别卡，我讲、欸，我讲。是。林叔啊，我真想袂到你是这种人。你也知影，你是靠我盛发集团才当做个董事长夫人的。你竟然出这种恶报来创敌，阮大家还阁叫好玩，真好笑！是林浩，是林浩叫我做的。林少哥，你袂无聊吗？我有啥物理由跟你偷摕阮大家金花呢？还阁有，你敢有证据当证明是我叫你做的？昨你讲要让这个叫好玩好看，虽然我伫咧迄臭罐仔内底下下药的呢，今日你甲我讲，看伊足臭白的。才叫我去偷摕破链陷害伊，你就是要把伊赶走，才有做这个代志的。孙磊浩，你今麦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我为着要照顾头家妈，一直在吞忍你。你知我会提防你，竟然利用无辜的人来陷害我，你真正是恶行不改。恶行不改人是你，是你咧小摊无属于你的物件，亲门大户来破我道生活，干屁哦！你今麦给我离开哦，我有啥物可以让你？我今麦才有证据，要安怎做？轮袂到你讲话啊！屁用！放手你！这本就要替他打针，放手！你好啊，你臭阿公哎！这是公共场所呢，你拢无去顾民主吗？倒来厝才讲。